苗栗西湖，这里是一个很淳朴的小乡城，很恬静，很舒适。这次的旅行，我不想去游客众多的观光景点，我想要一个人看尽西湖的小风光。在岛边出了西湖路街，头摆在岛边是动脑捏的哦。有一件动神奇的事情，就要给你看。这样上面有挖一只猪诶，都也好，却推到头摆在岛边去买猪肉诶。前坡去岛边还有大屁股嘞，俺哥都在路街岛边那尿搞嘞。头前有一间加盟站，那里谈判呐。你好，嘿，你好。海鲜小妹，好呀，岛边去加盟站哦。嘿，要到嘿。今日到边有嘛该推荐的景点哦？哦，要变多多哦，还要变好那个有机的农场，还有一些花园哦。有请我的亚片哈，还店面给亚片哈，老街上面啊，清有名的哈，这个大铁店哦。所以等一下哦，你一定要看一下，是以前好多样嘛，哦，清古老的，然后就一开始原始的那种打铁的那种方式，都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时候给岛边还有打铁师傅咯，有三块哟。好啊，娘哎，你推荐子哈娘哎，做了街坊那个行场。嘿，坐一下，泡一杯咖啡，抢食。哎呀，啊好。还去搞手工饼干哦。真紧，坐一下哦。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借问站，一间咖啡铺不仅供人充电休息，还可以带领你好好规划旅程的下一站哦。香大姐就推荐我来到西湖，一定得去见识一下，让整个老街响彻云霄的大铁西湖。你好，你好，哇，你家走进大店哦。哦。对呀，每样东西就要铺红的打，来介绍一个刀马，一刀马就照传统的方式做诶，刀马铁的，不用讲做出来的刀马，较好弄，弄出来较厉害，所以要不然人都会想要照一个传统的方式做一个刀马，较厉害，就安尼。大铁师傅身材厉害，大铁师傅身材厉害，铿锵有力的打铁声敲醒老街居民的清晨，也诉说着手工制铁的黄昏。